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。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众尊，皈依大摩地狱众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众尊，皈依大摩地狱众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众尊，皈依大摩地狱众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102页第四行看起啊，这是课题，一字。前面是对佛智的怀疑，这个是对佛不怀疑，自己怀疑。啊，虽然有疑，念佛求生净土，没有放弃，每一天呢还认真地干，这种人也能往生，但是生在边地啊，也就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必须要过500岁。这个500岁就是500年，是按我们地球上人说的啊，这么长的时间之内呀，花不能开，往生极乐世界，莲花化身，他坐在莲花里面，花不开，他出不来，这叫边地一尘。前面又说过啊，这种情况，我们看经文，这第一段是希求佛智啊，佛有众生集结善根，希求佛智，普遍智，无等智，未得广大智，不思议之啊，心里有求，不相信自己，自信本有啊，自信本有是很难接受，很难理解的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。以上为另一类生边地行人，信他不信自啊，与上面一类
从事信为具足。该信心有六种，有六心：信事、信理、信自、信他、信因、信果。具足这个六性，才是大乘经上所说的具性，具足信心者。那么这一类的修行人，只求佛知，知道佛有智慧，我们求佛的智慧，下面说普遍智等三智，相当于前面所说的四智，勉强言之，未得广大布施意志，相当于前面所讲的不可称之于布施意志。啊，普遍智呢，相当于大乘广智，平等普施普遍运在一切有情。贤智无上菩提，这是做一个简单的解释。啊，什么叫普遍智？前面讲的大乘广智是一类的。啊，平等普遍运在一切有情，贤智无上菩提，佛有啊，我们没有，但是我们成佛的智慧，得到佛的戒引，也能往生。这一点他不怀疑。啊，无等智，因为无等无能，最上甚智，简略的简称，前面主智简为今之普遍之等，见唐义的会议的时候用的本字不一样啊，义者开合不同，文笔有异。这是翻译经典，同样是一个底本，翻译的人不一样，他用的词也不相同啊，意思不会有出入，文笔有异啊，意思不会，这个志名有出入，意思相同啊，这个我们要知道。于是智者啊，这个智的名字，每个翻译的五种译本并不完全相同。而两种译本所指一致注智没有差别。啊，实在讲没有两样。能智
心修，故曰习求法智，能知相信佛有，求佛智慧加持保佑，下面把他的问题说出来了，一字善根，怀疑自己善根不足，不能生信啊，念老的注解，能信他佛，但于此佛不能生信，真的、于是于世心是佛，这一个宗旨，还有一切，还有一回，这个障碍大了，就不能往生了。所以，我们学佛，这个地方给我们的信息，我们要认真，要留意。对佛没有疑惑，对自己也不能有疑惑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对自己要相信大乘经上所说的话没错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既然有佛性，皆当作佛，统统都应当成佛才对啊。换句话说，成佛的因我们去做，真心自信，禅宗里头常说的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成佛就是见性，见性就成佛了。要相信自己有自信，自信能生万法，变法界虚空界是自信变现，十方一切诸佛刹土，包括西方极乐世界，是不是自性变的？是的。这要相信，不能怀疑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十法界一真庄严，不是真的，是生灭法。只是它的速度频率太高，我们凡夫没有办法觉察到啊。今天科学家用的显微镜这些机器不断在创新，极其微小的东西都能看得很清楚，啊，物质现象看清楚了，科学的报告得出结论，结论是什么？结论是世间，这个世间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的存在。那物质从哪里来的？从念头来的。
啊，科学家说意念，没有意念，没有念头，就没有物质。有念头就有物质，有物质就有念头。那我们今天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是物质现象，六根所对的六尘，色身香味触法，也是有形象的物质现象啊，里面有精神现象，没有意念就没有现象啊，没有现象就没障碍啊。于是我们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，要是用什么心态来修学，不把它放在心上，心要空，心要无一物。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啊，神秀大师的解释是：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。要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啊，不要让它染上灰尘。能大师把它修正，把它改了。是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我们现在知道，慧能大师开悟了，神秀没开悟，神秀还是凡夫啊。啊，这也是能大师在黄梅表演的。这个表演，五祖看到了，听到了。怎么办？赶快把他打发离开，有嫉妒障碍。啊，五祖有智慧，处理得非常妥当。这个事情跟大家宣布，也没有开悟，死掉了。啊，就在这一天下午巡寮，吃过中午饭之后，巡寮去把整个道场都看一遍。这个是方丈主持，每一个月总会有一两次啊，通通看一遍。实际上老和尚要看的就是看慧能，不是看别人，到对方里去看到慧能在冲鼻，问他你冲熟了没有啊，
慧能大师早就说了，还没有晒，还欠一道寿数。他们说的这话，旁边人听不懂，意思是什么？真正的意思，慧能听懂，问他，无足问他，见性了吗？见性，还没有人给我做证明，就差这点功夫。啊，无足拄着拐杖，在这个石头堆上敲了三下，走了。跟他一起巡寮的人不知道啊，那个敲三下是叫他半夜三更到他方丈室去，只有他们两个人懂啊。啊，果然三更到方丈室，一路上门是严着的，里面没有关，一推就进去了。啊，道方丈是拜了和尚，第三次见面，第一次在山上来拜师父，第二次是在对方，这是最后一次，第三次在方丈是。啊，老和尚把他掩蔽起来，问他。见性，性是什么样子？说给我听听。他只说了五句话：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我们听了要注意，要留意。能大师本自清净。我们也是本自清净啊，我们的真心呢、啊，跟慧能大师真心是一个真一个自信呢、啊，不是两个。他见性呢，把信息传给我们。第二个，不生不灭，不是生灭法。我们今天。六根所接触六尘境界全是生灭法，生灭法是假的，你不知道是假的，你把它当作真的，它就起了作用。什么作用？把真心掩盖住了，真心不起作用。你要知道是假的，不放在心上，没事。清净心就现前。人人都有个清净心，人人都有平等心，人人都是不生不灭，真心不生不灭，妄心有生有灭，妄心是阿赖耶。摩那意识，佛家常说的三心，三心二意是佛教里的句。三心就指着三样，二意呢不讲阿赖耶，意识跟摩那识叫二心。啊，三心讲的比较圆满，把他能生万法的阿赖耶说出来。三心二意假的，妄心呢，要把它放下，不要去理会它。啊，第三句，
本自具足，自心真心本自具足，不是外来，本身就有具足。具足什么？无量智慧，前面所讲的五种智慧，佛有，我们都有啊。不是他专利呀，我们今天有，有怎么样呢？有不起作用。迷了，不知道自己有，还到处去找，找不到啊。怎么样把它找出来呢？放下就找到了。你为什么不肯放下？以为它是真的啊？智慧是自性本有的，道德也是自性本有的，能力是本身自由的，无量寿是本性自由的，万德万能啊，能现宇宙啊。佛家讲的能现十法界一真庄严，我们今天六根对六尘境界是非常非常局限一个小范围，谁能见到圆满？菩萨能见到圆满，能看到他方诸佛世界啊，虽然看到，他还不能自自在的去。一定要见性，明心见性，自性里面无量的智慧德能现前，才能帮助你称心如意。你想到哪里，你就能到哪里。你想释迦牟尼佛，佛有法身、报身、应化身，在我们这边出世是应化身，在华藏世界报身。见性的菩萨有能力到华藏世界亲近释迦牟尼佛的报身，在释迦牟尼佛的报土，十报庄严土，叫华藏世界，在华藏世界修行正果。华藏世界跟极乐世界没两样，到了华藏世界也就到了极乐世界，到极乐世界也就到了华藏世界，诸佛的报土啊，真的得神通，得大自在。心现设法起一真庄严，无量无边自现所现的，自现所生的，自现所现的，自现能现。有了缘就现，没有缘就不行啊！我们今天的缘不殊胜，为什么？
我们现在是十法界里头人法界，我们在人道啊，活动的范围很有限的，离不开地球啊，离不开太阳系，离不开银河系，局限在这个地方。不知道自性所现的万物广大没有边际，都是我们受用的处所。什么时候实现了？破一片无明，这一份法身，华严里面讲的初地菩萨，你去见到了，你回归到如来的宝土，这是学佛人梦寐所希求的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！佛怎么会说假话？哪有这种道理？佛所说的字字句句都是真实的。我们良心，我们绝不怀疑，要把它当真。虽然它不能现前，我们有障碍，知道是真不是假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我们看这个注解，无量寿经起信论，不是大乘起信论，无量寿经起信论，关于这一段经文的意思讲得很详细啊，这个论述须了佛知，乃至甚至方明真心，方得见佛。这四句很重要，啊，但是深信不疑，还要求证。怎样证？我们要常常提到放下万缘就见到了，不但是六尘色身香味触法有随他去，没有也随他去，决定不能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就叫业障。业障有两大类，一个是善，一个是恶。染上善的，你在六道三善道；染上恶的，
你在六道里面是魔鬼地狱出生，是这个三道，为什么不放下？放下自信上没障碍了，回归自信，见心成佛，这是事实真相。不能不放下，他是染物，他本来是佛，跟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没两样啊！为什么我们今天变成这个样子，就是不肯放下。麻烦就出在此地，佛教导我们有理有事啊，理变法界虚空界是自性变的，自性现的，自性就像屏幕一样，遇到缘它现象，像做梦一样，遇到缘梦中境界现起，梦是假的，屏幕也是假的，不放在心上，你可以看，你也可以不看，看不放在心上，不看也不放在心上，就对了。耳听跟目见一样的，眼见的、耳闻的、鼻嗅的、舌尝的、身体所接触的，再到妄想，妄想是意义，六根不是真的，三灭法，六尘也不是真的，也是三灭法，三灭法假的，从哪里来？从阿赖耶来的。阿赖耶是万心，我们今天用的心全是阿赖耶，摩那意识就用这三个心，这三个心所现的六道轮回。出不去，无量劫又无量劫，在这个里头轮回啊。一切欢乐是假的，一切苦难真的，你真在受苦啊，殊不知苦乐都是空的，本来没有。我们相不相信？不相信。几个人能相信？相信念佛能往生，都不是偶然的。任何一个相信的人，大乘经上佛说，都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，今天得人身，闻佛法，听到净土法门，又得到佛力加持。啊，过去跟你有缘的无量诸佛加持，你的善根子生起来了，是这么个道理。
善根要深厚，无论在什么境界里头不动心。这个经教可以帮忙，大乘经念多了明白了，有理论做依据，这个信是可以相信，是值得相信啊，不是假的。依教奉行，看破帮助你放下，放下帮助你看破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不能离开啊！这是早早年，我跟张家大师第一天见面，他教我的。我学佛之后，再去看四书《大学》《中庸》，一看就明白，就懂。啊，为什么？它里面讲的内容跟大乘经典一样。只是用的名词不一样啊。佛家叫看破放下，他叫格物致知。格物是放下，致知是看破。佛从这入门，儒也从这入门。孔子是不是佛？老子是不是佛？是啊，一点都不错啊。孔孟老庄如果出生在印度，印度人称他做佛，称他是菩萨。释迦牟尼佛生在印度，如果生在中国，中国人称的圣人。同一个阶层，平等平等。从这个地方我们就体会到，凡夫成佛可不可以无师自通？可以。孔子老子无师自通，释迦牟尼佛也是无师自通。啊，虽然他表现十二年参学，十九岁出家，三十岁开悟，十九岁到三十岁，十二年。印度宗教学派啊，哲学的学派，他统统去学过。学了十二年，觉得不能解决问题。这个问题什么问题？轮回生死的问题。所以，释迦牟尼放弃了。跑到树下去入定，这个树印度人叫毗婆罗树。佛在这里成道，大彻大悟，所以以后这个树叫菩提树。啊，这棵树印度没有。印度是以后再种的，不是释迦牟尼佛坐在树下成道的，
那可是要老死了。啊，我在斯里兰卡看到这个菩提树，这树是从菩提树分支啊，当年有一位公主把这一只带到斯里兰卡，在斯里兰卡种活了。佛陀在世的时候分的，所以很宝贵。再没有听说有第二个菩提树，那么这个菩提树释迦牟尼佛在世就分到斯里兰卡，这一棵还在，还活着。可以给我们作证呢。佛眼睛当中看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不但看人是佛，看畜生是佛，看蚊虫蚂蚁都是佛。跟我们看法不一样，又给我们说他看花草树木都是佛，一粒微尘是佛世界，大乘佛法没有对立，没有大小，大跟小对立，没有缘尽，缘跟尽对立。为什么？他全放下了。我们有大小，有缘尽，没有一样不是对立。啊，学佛还分这么多层次，大乘、小乘、宗门、教下，全都是对立的。对立是障碍啊，障碍我们见性。障碍我们清净心，障碍我们平等心，障碍我们开悟。觉就是开悟。无量寿经经体说得好，清净平等觉。清净是阿罗汉，平等是菩萨，觉是成佛。经体是这一部经的内容啊，从相上讲它是大乘无量寿，庄严，这是相啊。从理上讲，清净心、平等心、觉心，觉心就是智慧心，明了了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慧能是中国人，跟印度没往来，唐朝时候人，确有其人，确有其事。他的肉身现在还在少管，
不是假的。他能成佛，我们人人都能成佛。为什么要去造业？为什么要受六道轮回苦？错了。今天我们最严重的麻烦是习气。时间太久了，无量劫到今天累积的习气，如果它是个物质，佛说了，尽虚空都容纳不下，真话一点不假，它不是物质现象。所以他在法界虚空界里头啊，妄作主张啊，诸佛菩萨自信作主，全教菩萨以下六道众生阿赖耶作主。阿赖耶里面含藏无始劫来的习气，这习气做主啊，做缘呢，现什么？现我们先前的境界。六道轮回，我们算是非常幸运，这一生当中的人生遇佛法，还遇到净土，这意味着什么呢？这一生可以超拔了，可以超越，超越轮回，超越十法界。修行果位里头，超越小乘，超越大乘，进走上上乘法，保证一生成佛，保证一生成就。时时刻刻提醒自己，不能忘掉。学海鲜老和尚这一句佛号在心中，一句接着一句默念，别人不知道，自己清楚。如果不是佛号，肯定就是妄想杂念，那个麻烦就大了。那个造业，为什么与贪嗔痴慢疑相应？这一句阿弥陀佛跟贪嗔痴慢疑不相应。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就会正干，你这一生决定真有成就。起行论，无量寿经起行论，彭齐心做的，明朝时候的事，做得好，也就是无量寿经的注解，
啊，它会成为起信的。这是一位大德居士，通宗通教，显密圆融啊。密宗所谓大成就者，他说的话，明心见性的话，我们把这段文念下去，凡圣也如，共同此之，全心自心具一切之，本来成佛，不与心外，别有心佛之心，啊，心外没有心佛之心。心外是阿拉也是，如是回向，是名唯心净土，即得成佛。快速啊！净土是我们自信变现出来，不是外来的，心现识变，一切法总离不开心现识变。啊，心现，诸佛宝土；识变，十法界，一真庄严，识变。啊，阿赖耶变的，阿赖耶是因，摩那意识是缘，因缘具足，它能现十法界。若于自性住智，我们自性的智慧，跟佛完全相同，可是我们的怀疑又知一切，还带着怀疑，不相信自己有如来同样的智慧，同样的德能，不免心外见佛。你是在想心外见佛，心外没佛，佛是自性变的，心外哪有佛？啊，心外是阿赖耶，阿赖耶里头没有佛。所以虽修诸善，尘缘妄想，不见自，不得见佛。以不起佛之故啊，这就是说，对于自己信德要肯定，没有怀疑。佛经上所讲的直下正道，佛有我也有，你也有他也有，共同一法身。你说你对这个一切众生多么亲切，同体，佛对众生那个爱心叫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慈帮助众生得乐。为什么帮助他？同体，无缘大悲，悲
是帮助众生离苦。为什么帮助他？同体。这是大成就啊。变法界、虚空界跟我是一体，所以对于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万事万物一心对待，这一心是真心。中国古人讲真诚心，大学里讲的诚意，真心用了四个字来说明。啊，那我们是用这个心修善，求往生，能不能去？能。但是到极乐世界，花不是马上就开，要等待你补库，你把你所怀疑的统统放下了，就见佛。花开见佛，生到极乐世界花不开呀。所以如来不思议境界经里面有这么一句：三世一切佛，皆无所有，唯一自性。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叫三世，不是说别的，三世一切诸佛说尽了。真相什么呢？皆无所有。为什么现象呢？是一次性，是我们自己的心。我们自己心想佛，佛现起；想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现起。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都像一场梦一样，是我心想生。这是给我们说真话了，这不是迷信的。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梦中见佛的人很多，梦中见佛是真佛是假佛？如果我念佛见到的，我可以说跟你讲真的，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现身给你看，极乐世界也是现给你看。有人呢，不是没有啊，古时候有，现在也有。古时候多，现在少，原因我们自己知道。啊，下面说，菩萨若能了知诸佛即一切法，皆为心量。得随顺人，或入初地，学生俗生妙悉世界，或生极乐净佛途中。是此了知心量，不舍土尘，一切功德具足成就，故知有决定智
方能有决定性，有决定性方能决定我生。下面祝福圣乎以疑惑心而舍大利，这句话好，慈悲到了基础，你对什么都可以怀疑，对佛不能怀疑，对经教不能怀疑，你要怀疑你会生死，事出世间第一等的利益，大利，没有比这个利益更大了。为什么？你做佛去了，你在这一生可以成佛道啊！你看你多冤枉，这个机会是掉了啊！什么都是假的，但是这些假象从哪来的？是我们预言自然变现出来的，跟做梦一样，梦醒了你是不是就问我，我这个做梦从哪里来的，你真搞清楚这搞明白了，我们生活在这世界是一场大梦，这个梦要做几十年的，从出生做到老死，天天在做梦，梦中之梦啊！不学佛不知道，学佛完全搞明白了，一切功德具足成就。是指信他不信自，还是智慧少，既无决定之，既无决定性，是以意志犹豫，无所转取。还算不错，他还相信善恶因果。有疑没断，但是肯念佛，恳求往生净土，往生道遍地一尘，还是阿弥陀佛来接引你，只是到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把这朵莲花放在莲花池里头，七宝池里头，它不是马上就开花，它要有后一段时间在莲花里面补苦啊，最长500年，最短的3年5年都有啊，所以它也不是一定的，完全看自己，自己真正可能把疑惑放下，对于佛所说的完全相信，花就开了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休息到此地。